混龄时间塞纳河 La Seine à Bercy， 创作者呢是印象派的一位重要画家阿尔芒德基约曼阿赫蒙基约曼，创作时间是1867年到1868年。现在这幅作品被保存在圣彼得堡的阿尔米塔什国立博物馆，然后惠灵是、有幸在现在正在巴黎举行的楚基尼收藏展上面得以一睹真容。因为基约曼呢，他是印象派画家当中比较有个性的一位，他的画风粗犷率意，大大明快，在当时是不受青睐的，但是现在看来他的作品却是可圈可点的，从大处着眼，把握自然整体的韵律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。他呢不仅是莫奈、毕沙罗和塞尚的同伴，还是新印象派画家西涅克的引路人，绘画时也总能保持个性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